叫王瑞，我是来自于东京外国语大学的日本留学生，我在纽约大学念书。我是纽约大学文学专业的学生，我是来自教育部大学的韩国人，是上海商法学院的留学生陈玉英。标准去判定他们，带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们呢？其实他们只是普通人，而我们也是普通人。说到底，大家都是类人。让哈萨克斯坦人民可以认识西方先进的文化，也能让西方人认识了解哈萨克斯坦的现代文化。孟子也说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意思是没有生孩子是最不孝顺的事情。如果我们不用孝这样的传统性来限制孩子的自由，那可能会逐渐地改善两代人之间的关系。我来上海之后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地方，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宿舍，在一楼大堂常常可以看到进进出出、匆匆忙忙的外卖送餐员。第二，今年王水对中国的外交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台湾来访时，张泽民引用了九月九日以山东兄弟的句子。有志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，来强调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兄弟情谊。它不仅是一种联系方式，更是一种古老的文化，将在文学作品中有深刻的表现。面对伤痕破碎，杜甫感叹：“烽火连三月，家兄一万间。”思念之情跃然纸上。你的时候需要两个人，一个人要唱歌，一个人要打鼓。比如，사랑사랑내사랑이야，儿素，他们是我的粉丝。知道啊，我的朋友们叫我徐志摩，轻轻的我走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，我轻轻的交手，走边，哎，快点，台湾央视人，好的好的，我希望大家都。